好，我是刘一亨，我们是中部地区物件数最多的频道。对，那我们的物件 CP 值也蛮高的，记得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的物件。有喜欢啊，记得打电话打我们那个标题上的电话给我们。对，我们现在是来到那个南投埔里就长很近。对，大概3公里。对，离家乐福也是3公里，交流道也是3公里。交流道也是三公里。对，所以它这边离市区蛮近的。那我们今天要拍摄的是什么呢？农牧用地，农地平台。哪一块？平台，非常平台。就是、种这个松树的这一块。对，这个是松树，我们刚好擦过。这应该是我刚才看一下，好像是叫白皮松。白皮松有，它有白皮啊。对，好，它是属于。那个华人最常见的这边最常见的松树，老公，这个有水有电吗？有地下水。我刚刚也有看到旁边有灌溉水。对，那这个是我们的专签，如果有喜欢的话，同业也可以跟我们配件。对，那如果你们跟我们配件的话，我们还会再提供我们自己的奖金给你，那个、所以、比你自己采件。采线，然后跟同事成交还要多的报酬。对啊，所以鼓励你们，请手下留情。鼓励你们，其实我们跟这个地主也是一个机缘，也是看我们 YouTube 来的。对啊，是我们的老粉丝。其实我们蛮多客户会委托我们，但是啊，说真的，有些物件我们是几乎。是来者不拒啦，好坏我们其实都接，尽量提高我们卖掉的几率。但是老公，他这个总共是1299坪，1300坪对，1300坪。那每坪等于多少钱？大概三万，将近3万块。将近3万块。对，地形方正吗？因为我还没有看地基图。很方正。就是你看到这样子方方正正的。然后临这一条四米路。那应该，其实我们也没办法深入到树林里面。对啊，我也是怕有蛇啦，因为全部都是松树啦。对啊，那我想知道的是从这边开始算，它的面宽有多宽？你懂我意思吗？方方正正的了，你懂我意思吗？对，老公，从哪边开始算？哦，这个围起来这边。从这边开始，你算还是我算？看你啊。这应该是它的字的那个井水啊，井水，你看它的那个灌溉水蛮充沛的，对，水很充沛。那这个电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因为它有，这应该是我们的，因为它在我们的土地上。对啊。然后，而且井水也是需要那个电来抽水。老公，深度从这边就可以算了。对。你要不要从这边开始算深度？好啊。好，先去算。啊。啊，我算。我算了。让老婆运动啦。啊。哦。好，你算了，你小心哦，不要掉下去。我虽然今天早上有运动，但是我想要再运动一下。好，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60、61、62、63、65、66、67、68、69、80、81、82、83、94、95、96、97、98、89、90、91、9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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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很方正啊。好、哦，这边戒指，这边有戒指，哦，哪里有戒指？这里啊，这边有一个戒指。
整片的松树、啊，松树林。好，我们现在算面宽，从那边算吧。它这个旁边这一个是种南瓜，啊，这边是种南瓜。好，你怎么知道那么厉害？这是南瓜、啊。哦，你看到了。嗯。好，我们去看一下面宽。那右边这个就不晓得种什么了。这个、哦。嗯。我要不要查一下？我在想是不是茭白笋、啊、我查一下好不好？因为埔里很多人种茭白笋，应该是啦、啊，因为隔壁那边也是种茭白笋。哦。好哦，那应该是刚发育。你小心哦，这里有点滑、哦。我刚刚在走的时候差点滑倒。这应该是茭白笋。然后对面是种丝瓜。哦。是丝瓜，不是卜瓜哦。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国道六号的高架桥。在哪里？在那边。对，没错。所以这边离交流道很近。我可以拍一张照吗？然后群山环抱啊，埔里好山好水，好无聊。跟我住怎么会无聊？嗯，你会搬来这边住吗？我现在有工作，我怎么搬来这边住？对啊。老公，换那个面宽给你算。还是你要跟我一起走，从这边。等一下，我拍一张这个电表。还有水井。在哪里？这里呀、啊，这是它的水井。哪里？这里。这样拍就好了，不用跨过去啊。那没关系，我又不会跌倒。好，从这边开始算哦。嗯，好。开始算哦。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啊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到这边，哇，几乎是正方形的。他刚刚是六十，那边也是六十，对不对？对，六十三。六十三，六十。嗯，差不多。1300平啊，差不多。那这个路应该就有大家退缩坐路了。面宽六十，对不对？哎。OK。深度六十三。好。哦，差点没气。嗯。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嗯，老公，你要看什么呢？他这个总共3600多万了，1300平，将近3万块。对面是一大片的。等一下，我开车从哪边出去？从左转了、啊。哎，左转之后，因为我还要拍照，我要在外面的大马路拍照。嗯，好。等我哦。其实我们埔里有接一些农地，有10000的，有20000的，有30000的，这个真的是要看它的那个地点啊、哦，还有是不是山坡地啊、哦，路好不好走，有没有水电啊、哦。那现在普遍这个也算行情，这个一平3万，啊、哦，
因为它这个路还算好走。那老公，嘿，这边的气候很宜人呢，你知道这里几度吗？28度现在。对，开始变热了。那市区应该就是32度了。不一定。你不相信我，等一下到市区。昨天本来就比较冷。你刚刚从哪边转进来？等一下，要左转。左转吗？对，因为我要在大马路拍一张照。哦，我现在往交流道，是要往埔里市区，都可以啊，都可以哦。我在这边也要拍一张照啊，因为这是我们的专签了，我们要做那个产权。不好意思，等我一下，我的手机给我，谢谢。那你可以讲一下大概这里。那么这里呢？1坪3万啊，说如果你要认真问我，觉得贵不贵？因为现在齁，那个农地齁，即使齁你有超过2分半想要盖农舍，都没有那么容易。那像我也有一些客户齁，他们自己买了超过2分半的农地，结果发觉盖不了农舍，所以又想要把它卖掉，很多人买了就后悔了。那当然了，有办法的人还是有机会可以盖得起来啊，但是现在农地齁限制的比较多，就算你和那个符合规定，它也不会让你那么快就让你盖起来。你是说申请农舍吗？对，或者是甚至是资产，但是还是有些人会有办法盖得起来，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哦，不知道是不是透过关系。他当然也有很多人盖违建的，更多人是直接用违建就盖起来的，不过愿意这样盖的人真的是，心脏还蛮大颗的，这里呢很多盖那个什么种那个什么，木那边是种木瓜，右边是种木瓜，有，对，木瓜，左边是丝瓜。对啊，这边很多人种，这边也有种很多松树，是茭白笋，这个就农舍啦。对，那合法不合法我就不知道了。对哦，我们这边有一些有盖农舍起来的，大概一坪也是2-3万哦，就是含农舍也是大概一坪2-3万，当然地点是会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它其实也是离市区很近的。大概几公里，2-3公里，差不多。这边就是正大马路的。旁边，我要说明一下，旁边哦有那个私人墓，有私人的墓园。好，这一条是中正路。老公，我要右转还是左转？左转往交流道。好，那右转呢？右转往埔里市区吧。那你要市区呢？左转。OK。好。沿着中正路继续走800公尺，然后当然你可以自己衡量，因为别人盖起来的农舍可能都是旧的，其实都蛮旧的，那你如果觉得你想要盖一个全新的农舍起来，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因为毕竟这个已经超过2分半了，但是高达3000多万，好不好议价嘛？我觉得可以议价啊，因为毕竟，现在农地真的比较乏人问津，比较乏人问津，我们尽量帮你议价。如果这个地主真的很想卖的话，他应该会愿意，再讲一些给，哇，这个山真的很漂亮。哇，这边环境很棒。向右转。有没有看到？6号的交流道就是右转，我们现在是要往6号的交流道，才能够接到3号交流道，对不对？对。老公，你振作点，你今天没有什么精神哎。没有。好，走吧，绿灯。
好，这个高架桥就是国道三号。OK。然后，当然有些人会蛮喜欢种树的。那这一片树林哦，树已经长得那么高大了，而且那么平坦。哎，对啊，所以我有些客户也是想要找那种可以种树的农地。对啊。啊，这个也是可以的，1000多坪还蛮大的。其实种一些树很值钱哎、欸，动辄都十几万、二十几万。现在有还有那个碳权，还可以卖那个碳权。好，那我们大概已经来到交流道这边了。那如果有喜欢的话，请拨打那个我们标题上的电话给我们啊。那如果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频道哦拍摄了非常多的物件，包含农地。也有拍摄，之前拍摄蛮多的。你看，欢迎搜寻我的频道。老公，我刚刚讲说站那边是不是28度？对，越接近市区，你现在已经29度了，等一下就30度了，所以那个地方很适合种东西，避暑。避暑后，埔里不算高海拔了，它还不算高海拔。可是它远离尘嚣啊。对啊。就是好山好水无好无聊。靠左行驶向国道6号匝道。好，这边就交流道。好，那当然了、啊，我的频道里面，可能你还是有找，可能会找不到你喜欢的物件，没关系，还是要继续订阅下去，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上架新的物件。好，那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好，我们的物件数最多，好，你不用出门，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产，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不怕你买错，也不怕你买后悔。这个吗？对，好。好，那我们所有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一刀未剪，没有剪辑，没有广角，没有美化。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板，看 NJ TV 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土地、不动产、房子。其实我们刚刚没有给你们看那个地图，我们的正确的位置。可是呢，你如果把影片看完，照着我们的影片走，其实你还是可以找得到啦。对啊，真的。然后前面是那个，中台禅寺的宝塔。好，不用说负面的，我们只要说正面的。哇，富丽堂皇，我要说，它真的是很富丽，超级富丽堂皇，黄金打造。那个金色拱、金色屋顶，宗庙永远都是这么的有钱。我觉得有点像阿拉伯的那种。哎、不是，是印度，好吗？好、okay ，印度好都有。像阿拉伯的，像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神灯，有没有？阿拉神灯，阿拉丁神灯。对呀、啊好像公主住在上面，有没有？然后那个飞毯啊，就飞过去了，像不像？像印度的，对，阿拉伯的比较像吧。那个神灯，那个是阿拉伯的、欸。哦，对，好，好了 ，sorry， 是印度了 ，sorry， 哦，那个是阿拉伯，阿基北，好啦，好，不过那一部片还是蛮好看的哈，阿拉伯的，好，大概是这样子，谢谢你们，我们现在是在台中市，不是台中市，南埔的埔里，南投的埔里，南投的埔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如果你知道路现在怎么走的话，把我们的影片看完 ，OK， 好，然后这是我们的专签。那希望同业跟我们配件，你配件的话，一定赚的比同事帮你卖掉的还多。好，好，这是我们跟你的保证。OK， 好，拜拜，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对，亲朋好友在找土地、不动产、房子的，欢迎帮我们等一下分享介绍。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赚的比他公司，因为我们还会另外再包大红包给你哦。哦，对，好啊，大概是这样子。嗯，好，拜拜，拜拜。